暗黑势力即将入侵地球，而来自夸克星球的幻之星、月之星、炎之星、智之星、石之星将合体组成蒙奇士团，不畏艰难，以信赖、勇气与牺牲的精神团结一致，展开对抗暗黑大帝以及守护地球的神圣使命。 出来，究竟是谁？没问题，包在我身上。暗黑档案 X， 找到了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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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给我明月顽石，快点！明月顽石，看样子真是卖不下去了。 你真的私藏暗黑大帝的明月顽石吗？我的延续他消灭了，我要把属于暗黑大帝的明月顽石放进他的身体。他不是暗黑族的人，他只是拥有暗黑基因而已。把他们抓起来！董事长，董事长，米亚星，你果然没有让我失望啊！米亚星，你我并不知道的事情的真相有这么严重啊！米亚星，我知道你很聪明，喜欢探究事理。 如果你可以压抑你的好奇心的话，事情就不会变得现在这样。这是怎么一回事啊？你们两个，你们终于被放出来了！哎呀，太好了，终于有一件好事发生了。大田连会长，帕主任人呢？ 帕主任啊，为了肯德基校长，已经出发到东西南北盟去拜访各个长老，希望可以替校长求情。所以，肯德基校长和欧斯长老一同去长老会，是真的吗？对啊。哎呦，说到这个肯德基校长，他真的是太糊涂了。他怎么可以私藏明月顽石呢？更令人想不到的是，乌克奈娜的身上竟然有暗黑的基因。<笑> 我说啊，这件事情本来被瞒得好好的，都没有人知道，那就算了嘛。为什么没事要把他爆出来呢？啊？那乌克娜娜呢？你们被放出来了，他就被关进去了。人去哪里？我去把乌克娜娜叫出来啊！哎，不行不行，把乌克娜娜关起来是奥斯长老的命令，我们不能违抗长老的命令的哦。再说。 乌克娜娜现在身上有暗黑的基因，把她救出来，我们会不会很危险呢？不会的，她只是有暗黑的基因，她并不是暗黑族的人，她不可能会攻击我们。No！我们不怕一万，只怕万一。不可能，我相信乌克娜娜，这么多年来，她一直努力保护蒙雪人，我一定要把她救出来。 干什么？赶快追过去劝劝他！快快快快快！哦，天哪天哪！现在怎么办？哦，我亲爱的帕主任，为了去救校长，他已经四处奔波不在校园里了。那，大可维多利亚，他身上也有暗黑的咒意，不是个商量的好对象。千金老师，哎呦，他有失忆的毛病，跟他商量也是白搭，帮不上忙的嘛。 哦，我的天哪！现在的蒙学园真是处处充满着危机呀、啊！看来一切都只能靠我了。怕，你千万不要怕。
因为你还有我，我就是你背后那个最伟大的女人。你放心，我会坚强，我会帮你把整个蒙学园给撑起来。艾瑞克，你不要冲动，我们可以一起想办法。我自己会处理这件事，不用你管，只怕会越弄越糟。艾瑞克，我知道你还在怪我，我自己也很自责，但是光是自责是没有办法弥补已经发生的事情。我说再多也不能改变事实，所以请你不要再跟着我了。好，我知道了，真的很对不起。请你让开。你想去拘禁室？我想去哪里还要跟你报备吗？是不需要，只是我奉欧市长的命令，要严加看管蒙提士们的一举一动，防止任何逃脱的可能，尤其不准任何人靠近乌克娜娜。我去拘禁室只是想要看看乌克娜娜的状况。我已经说过，不准任何人靠近乌克娜娜。让开，艾瑞克！你身为学生会会长，又是蒙骑士的队长，凡事都要以身作则，不可以让同学们看见你违抗命令啊！有样学样就不好了。我只是想要看看乌克娜娜，也不行吗？看看当然可以，但是啊，绝对不是现在。燕王，你说对吧？当然。冷静一点，肯豆基校长最不希望看见的就是同学之间互相为敌。去上课吧。瑞瑞，这个石头麻烦一下。啊，海利克斯力量吧！哎，好了，谢谢哦。真没想到，乌克娜娜竟然有暗黑基因哎！对啊。是蒙骑士的月之星啊！这边好了，换那边。啊！看样子，蒙学园被暗黑入侵的很严重 ，You know？ 人事是市长的事，你要在危言耸听了。我想事情应该还没调查清楚，蒙骑士里应该不会有暗黑的存在。事情已经很清楚了，那个欧斯长老事先一步成立蒙战士，真是有先见之明啊！现在看起来，好像蒙战士比较有保障哎。对，你也是觉得？听你们这么说，我也有点苦恼。苦恼什么？蒙骑士堕落了，那我还要当十字星吗？我要不要放弃啊？我们都还被蒙在鼓里呢。嗯，你们，我知道你很聪明，喜欢探究事理。可是很多事情，如果别人不想说的话，你就不应该继续探究、继续挖掘。如果你可以压抑你的好奇心的话，事情就不会变成现在这样。事情不是这样子。伙伴，如果我放弃当时之心，你会不会怪我不够义气啊？哎。
哎呀，你们都搞错了，我根本不想要把事情闹大啊！闹大才好 ，you know？ 现在连展览会都知道肯豆基校长说谎嘞。嗯，这样应该不算说谎吧？他是为了他自己的孙女，情有可原啊。对，你说到重点了。我现在才发现，原来肯豆基校长是这么自私的人。不是这个意思。为了乌克娜娜，就把萌学园的安危放在一边，这样真的有点过分了。就是说嘛，我们就不是人吗？我们也是人生父母养哎 ，You know？ 你们怎么可以这样责怪肯豆基校长？肯豆基校长一向最公正严明，这些年来。为了保护夸克族，保护萌学园，他费尽了多少心思？就算今天他为了一己之私做这样的事情，但也绝对不会置大家的安危于不顾的。你们就不要再怪肯豆基校长了。我在东盟的时候就听闻过他的名声很好。他是历届校长以来最通情达理的，现在虽然发生这样的事情，但我想他一定有他自己的理由跟原因。大家不要太情绪化，只是一昧的苛责。整个校园都被暗黑入侵了，还不能有情绪吗？我的命可是很值钱的 ，You know？ 欧哈，你刚来，不知道被一心信任的校长背叛是什么滋味。三个月前才被暗黑大帝攻击过一次，很恐怖，我不想再打仗了。唉，到底该不该放弃当时之心呢？都是我的错，这一切都是我的错。谢谢你每天做养生餐给我吃，因为我们是好朋友。嗯，队长好。现在情况怎么样？报告队长，乌克娜娜现在被我们严密的看守着，目前状况一切良好。嗯，随时提高警觉，尤其是夜晚轮班守夜的同学，绝对不能大意松懈。是。你对乌克娜被关这件事情有什么看法？嗯，哇，干净了！你动作怎么这么快啊？你刚才问我什么啊？哦，我是要问你对乌克娜被关这件事情有什么看法？乌克娜娜被关？为什么？因为她有暗黑基因呢、啊。乌克娜娜有暗黑基因，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啊？发生这么大的事情，你怎么都不知道、啊？哦，因为我不做包打听已经很久了。所以，你觉得乌克娜娜真的是属于暗黑族吗？嗯，只要图腾还在，那蒙骑士还是蒙骑士哦。嗯，你说的很对。所以。你明天要吃养生果冻吗？我会做乌骨鸡口味的跟药炖排骨口味的哦。让我再想一下好了。不知道外面现在情况怎么样了？爷爷，他还好吗？渴望力量吗？过来吧，来到我这里，就有无穷的力量等着你，快过来吧。好冷。
你的声音怎么又出现了？难道我现在是在做梦？我跟娜娜，大点点护理长，你怎么会出现在这里啊？这里不是你该来的地方啊！我不该来，我不该来吗？可是我不来的话，你吃什么？难道我刚才不是在做梦？那刚才我听到的声音是幻听吗？可怜的孩子啊，你才被关了一天，就被暗黑的基因弄得神志不清了。你年纪还这么轻啊！看在肯德基校长的份上啊，我帮你准备了丰盛的晚餐，来来来，赶快吃一点啊！我看你这孩子啊，一定是饿昏了。现在呢，赶快吃一点东西，你的神志就会清醒一点的哦。坐啊，赶快坐下来吃啊。嗯，大点点，护理长。嗯，你知道爷爷现在情况怎么样吗？根据帕主任传回来的消息，长老们已经聚集在一起了。可是啊，长老会不是随便的人可以接近的，所以帕主任现在还在外围打探，寻求管道，希望可以替肯豆基校长求情。只是目前还没有任何的进展。请问冰块正常吗？小冰，好。爷爷，他该不会受到什么严厉的惩罚吧？哎，你不要担心好不好？我告诉你哦，在长老会里面啊，只比大长老位阶低一点点的司徒长老，他跟我们肯豆基校长啊交情很好的，所以他一定会替校长说话。嗯，甜度，半糖，谢谢。我只是希望那些长老们能对爷爷属下留情。有那个欧斯长老在，我看难了。我的意思是说，你放心嘛，那个欧斯长老他算不了什么的，他根本没什么势力哈。你看他想要弄一个萌战士，弄了好多年了，都还不成气候呢。不怕不怕。来，你的饮料也完成喽。非常好，哎，来，请享用。不可能啊，你的图腾还在啊！哎呦，这真的很奇怪哎，身上有暗黑的基因，为什么还可以成为萌骑士呢？这，哎，这天意真是令人难以捉摸。乌克娜娜，虽然你是萌骑士，不过你的去留还是得由长老会来决定的。或许你将永远跟你的肯豆基校长相隔两地，老死不相往来了。大点点，护理长，你说的是真的吗？或许，可能，也许 ，maybe， 就是不一定的意思啦。哎呀，也说不定啊，肯豆基校长很快就会回来跟你团聚啊，然后你们从此过着跟从前一样幸福美满的生活。啊，你看我准备了这么多吃的，你赶快吃吧。有蛋糕啊，有派啊，有糖果啊，还有饮料，对不对？我们家的娜娜最乖了啊。赶快把这些吃光光才有体力啊！啊，晚一点我再来收碗盘呢。我先走了，拜拜。我只剩下爷爷这么一个亲人，我不能再失去他，我不能。黑岩学长，你打听到了吗？上面记录了蒙战士守备军训室的轮班表，
而探望乌克娜娜可以避开燕王守备的时候，不要跟他正面冲突。佩妍学长，谢谢你。当初肯德基校长请我答应欧斯长老到盟战士那边，目的就是希望两边不要爆发不可挽回的冲突。我只是尽力达成肯德基校长的请托，只是我怕这次长老会那一关不好过。我知道，现在大家对肯德基校长充满了不信任，但是乌克娜娜暗黑基因是天生的，肯德基校长会失常明月顽石，完全是为了乌克娜娜啊。你说的没错，但是现在校园里同学们对肯德基校长很不谅解，对蒙骑士的信心也已经溃堤，所以蒙骑士团应该要更自立自强才行。贺岩学长，我知道你是想要劝我不要继续指责米亚星，但是如果不是因为他追根究底，事情就不会变成这样。艾瑞克，如果你是这样想，那我要问你，伙伴的定义是什么？相互扶持，相互体谅，相互帮助。我只是想说，有什么困难可以提出来，大家彼此帮忙啊。我是出于好意耶，为什么感觉好像是我在刺探你们的隐私啊？这是我的，这是花花的。哇，两杯耶，一杯是给我的啦。可以，谢谢。那是给花花的。什么？我的意思是说，最近都没有看到花花耶。对耶，说到花花，最近怎么都没有看到他啊？哦，我听说啊，木兰花花已经加入萌战士候补队嘞。这是我的，这是花花的。你多买一份，那可以给我吃吗？可以。谢谢。是给花花的，花花加入萌战士，难怪最近都没有看到他。这是我的，这是花花的。婆婆，我最喜欢吃苹果了，这可以给我吗？可以，谢谢。是给花花的。婆婆好大方哦。对啊，谢谢婆婆。不客气。这是给花花的。怎么啦？我也不知道，一早睡醒就觉得好痒哦。哎呦，昨天没洗澡哦。我每天都有洗澡，好不好？刚刚痒到受不了，还再洗了一次。我帮你看看。还说我洗澡骗人，都长东西了。哎呀，我真的每天都有洗澡啊。赶快去找大甜甜护理长擦药吧。哎，他长什么东西啊？我怕，我怕。这是实质性的图腾。不行。
这是十字星的图腾，没错。假的。你不是没有兴趣吗？为什么没有兴趣？十字星的图腾还会出现在你身上？我怎么会知道啊？这是命中注定的呀。我不管，你要把它擦掉，把它擦掉。哎呦，你也真倒霉耶，在这时候当上十字星。我不信，这不是真的。走，我们就要打电话护理长做鉴定。走。爷爷。是真的，它真的是十字星的图腾呗。不过，你身上为什么会有这个图腾呢？这我也不知道哎。哎呀，这下子我真的是压错人了，本来以为是他。结果竟然是他。真是造化弄人啊。你骗人，你说你没兴趣的，你说过的。下辈子还有机会的。狗爸，你不够意思，你出尔反尔，你这大骗子，我跟你绝交。我去安慰他。大甜甜护理长，欧帕变成十字星了，那他的病是不是就好了？哎呦，我还没有想到这一点呢，不过很有可能哦。我马上给他检查检查啊！来来来，我看看啊。哎呦，怎么会这样啊？欧帕同学身上的史卷史并没有增加。而且还在继续减少当中。真的吗？当然是真的，我这台仪器哦，我才刚刚重新保养过，它错不了的。哦，你看你看，他说着说着，他身上的光又弱了一点了。怎么会这样？既然欧帕成为十字星，那怎么会一点改变都没有呢？对呀，哎，那个时候啊，蓝宝还曾经起死回生呢。我最近怎么老是觉得这天意啊，真是难以理解啊。欧帕，昏昏沉沉迷魂粉。我知道了，快！不可能啊！艾瑞克，你是怎么来到这里的？多亏和严学长的帮忙。不可能啊，你还好吧？你有没有受伤啊？我很好。对了，长老会现在情况怎么样？长老会那边还没有消息传回来，我想或许是肯德基校长身份特殊，毕竟他也是长老会的一员。我好害怕，我怕长老们会给爷爷最严厉的惩罚。不会的，你不要这样想。长老会里还有师徒长老的支持，肯德基校长不会有事的。你也是一样，你一定要相信我，我一定会救你出去的。醒来吧，我的子民，我唤你快快苏醒过来，回到我的怀里，共享强大的力量。乌克娜，你怎么了？不要，不要再说了。苏醒吧，赶快苏醒吧！啊，走开！你走开！你不要再说了，我不想要听！不要再说了，不要再说了！乌克娜，你到底怎么了？到底发生什么事啊？不要再说了！艾瑞克，有人来了，快走！我不能走！乌克娜不知道怎么了，我不能离开他。虽然我不知道发生什么事，但是如果你现在不走，你也会被关起来的。可是乌克娜，他艾瑞克，事已轻重缓急。不要再添把柄，让欧斯长老有机会怪罪肯德基校长，还有蒙骑士团。不要，走开！不要再过来了，走开！
吴哥哥，你再撑一下，我一定会回来救你出去的。早来不及了。新的十字星诞生了，或许这就是要提醒我，不管是再大的艰难，都要勇于面对。没错，如果艾瑞克无法原谅我，那我就要更努力，做到让他能够原谅我的程度才对。艾瑞克，快！快点，学长，艾瑞克，我正好要找你。你们在躲谁啊？我们刚才去近视看了乌克娜娜。乌克娜娜，她还好吗？她不好，真的很不好。我知道，这都是我的错，是我一个人造成的。艾瑞克，对不起。你不要说对不起，米亚星，该说对不起的人是我。伙伴不只要为共同的一件事情而努力，还要真心把对方当作自己的一部分，真心相对，不离不弃。我只做我自己认为对的事情，却忘了你的感受，这是我的错。艾瑞克，米亚星，对不起，我不该不解释，还以为终于有一天你会明白，请你原谅我。艾瑞克，我们是好伙伴，有错一起承担，也一起原谅对方。只是乌克兰现在的状况真的很不好。对了，刚刚到底发生什么事？我也不知道，本来话说得好好的，突然之间他变了一个人，什么都不听，叫我走开。难道会是暗黑基因发作？怎么会这样？或许这就是十字星突然出现的原因吧。你是说十字星现身？蒙骑士团的疗愈之星诞生了，新任的十字星是欧帕。队长，是谁迷昏你的？我不知道。你跟谁见面？你不说，我会有办法让偷潜入的人得到该有的惩罚。公子，命中注定，这也不是欧巴自己要的啊。他不要可以给我啊，我没说我不要。问题是他骗我说他不要，可是他自己没有要。哎，有人敲门耶，是谁来啦？是艾瑞克和米亚星哦。欧巴，艾瑞克。请你救救乌克娜娜。我，欧巴，你是十字星，应该能够拯救乌克娜娜，帮助她压抑暗黑基因的折磨。我不知道该怎么救。我们可以去问大甜甜护理长，她应该知道一些办法。好吧。你要不要一起去？我才不要嘞！我不是十字星，去干嘛？说的也是，你真的帮不上忙。想不出办法嘛？为什么？难道
连十字星都没有办法压抑乌克兰的暗黑基因吗？虽然欧帕是十字星，不过不管要救任何人都必须使用魔法能力啊。他现在身上的十卷史还在继续的消失当中，如果一使用魔法的话，他会马上没命的。所以意思就是，不是欧帕死掉，就是乌克兰娜变成暗黑主了。我不能就这样让欧帕牺牲生命，但是我更不能眼睁睁看着乌克兰娜被暗黑同化。我到底该怎么办啊，艾克？为什么？为什么每次都这样考验我们？为什么每次我们都要面临两难的处境？哎呦，一边是石之心，一边是月之心，连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我愿意救乌克兰娜，就算牺牲生命也没有关系。我没有想要成为石之心，但图腾却出现在我的身上，或许这是上天给我一次证明自己的机会，在我剩余的生命里贡献自己的力量，成为一个真正有用的人。欧帕，你不可以！飘飘，我不要你牺牲，我不要再失去好朋友了。艾瑞克和米亚辛也不想失去好朋友啊，而且我生命本来就有限，用我有限的生命去换取乌克娜娜很值得啊。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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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不要。欧帕，我们是好朋友，永远都不要分开的。我要给欧帕许愿啊。你已经救了我，谢谢你。飘飘，如果你真的是我的好朋友，你就应该理解我为什么这样做。可是你，你再阻止我，你就不是我好朋友了。我去安慰他。欧帕，我已经决定了。就这样做吧。现在到底怎么办呢？事情好像变得越来越严重了。帕，你到底在哪里呀？你什么时候才要回来？虽然我外表看起来很坚强，但其实我还是一个柔弱的小女人嘛。帕。今天不止米亚辛没来上课，连欧巴也没有来。哎呦，他们一定是觉得当蒙骑士很羞耻，所以不敢来学校啦。You know？ 你看，还好你不是石之心哎，不然就换你不敢来上课喽。对啊，不当石之心是福气，你就不要太在意啦。魏公子，可不可以去帮欧帕的忙，救乌克兰娜？我当然不行！去帮助拥有暗黑基因的乌克兰娜，简直是把所有同学都推入火坑嘛！啊，没错没错，不要不要，你不要被友谊冲昏了头啊！魏公子，你跟欧帕都是疗愈系的，我调查过了，只要有你助欧帕一臂之力，那欧帕就不会耗尽死卷死了。我不行就是不行，老天让欧帕当石之心，就是不希望乌克娜娜被救啊。 You know？ 巴瑞斯说的没有错，可是我不想让欧帕死掉。我总之不能救乌克兰娜，不能再让暗黑族再一次的伤害我们了。
求求你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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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让我说话可以吗？要说就说嘛，那么凶干嘛？飘飘，我是不会帮助欧趴去救乌克兰的。这个时间不是燕王守卫，虽然不会有太多阻碍，不过因为上次的事情，蒙战士一定会加强守卫的。所以等一下我跟米亚星分别制服守卫之后，欧巴你就赶快进去。你也把蒙战士想得太无聊，不要以为第一次顺利潜进去拘禁室，就还有第二次机会。燕王，我不想跟你起冲突，我明白告诉你。我去拘禁室，纯粹只是想要压抑乌克兰体内的暗黑基因，我并没有要帮助他逃跑。这种谎话，只能哄骗小孩子。燕王，你如果不相信的话，你可以在旁边监视我。何必这么麻烦？只要不让你们接近拘禁室就好。住手！又是你，艾瑞克，燕王就交给我来对付，你们先走。谢谢赫岩学长。星火燎原，想要阻止他们，你们得先过我这一关。万箭齐发。十字星诞生了，你再也不会痛苦难过了。你看他们啊，天空却下起黑雨，那些过去。